等一下，那个鼻样子会跑出来。哎呦，哎呦，快跑！鼻样，鼻样，鼻样，鼻样。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我是老皮。今天呢，我们要来玩一款非常恐怖的游戏啊！这款游戏呢，它也是肌肉男，还有就是吃寿司的作者做的游戏。有看到这个脸，我都知道那个味道。没错啊，叫做皮样啊。皮样的话，后来我去查一下啦，其实皮样它是这个日本女高中生最喜欢用的一种表情符号，就是哭哭脸。类似像 QQ 那种感觉，后来就慢慢演变成就是像吉祥物，甚至还出了一大堆周边商品，什么 Beyond 抱枕啊，Beyond 的这个赖贴图，那太无聊了，还蛮有趣的啦。好，那我们就玩玩看这个 Beyond 到底多可怕啦、作者这个一开始在做的游戏啊，应该是蛮可怕的，毕竟这个，哎呦，我靠，哎呦，好黑哦，有料哎，捡起手电筒，按左键可以开灯，哇，这个。这有种那个 PT 的感觉。对，而且它这个场景其实真的蛮可怕。哎呦，三小，哎呦，哎呦，怎么突然就看到一个？这个感觉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它这个不是恶搞游戏耶。我想说这应该是快乐的游戏，结果居然这么可怕。我们现在就要找个地方逃出去，是不是？他说想办法用手电筒去照那个标志，就是 Beyond 的标志。他说 Beyond over and over again， 什么意思？不要转头，不要转头。这个吗？照它，然后会怎样？一直照它吧。哦，要找要找啦，找这个 Beyond 啦 ，Beyond 脸，好可怕、啊！哎呦，总共会有几个脸啊？不知道他不知道要收集几个我真的很可怕我现在已经毛骨悚然了。这气氛做太好了吧？对。有电视机，等一下那个 Beyond 子会跑出来。哎呦，哎呦，快跑 ！Beyond。你被抓去小房间看他表演。等一下，到底是怎样？这不是恐怖游戏吗？是很恐怖啊！你不觉得很猎奇吗？很猎奇，超猎奇的！我靠，旁边有人。你被抓到人都要戴上头套，变成不一样讲。不要再跳了啦！好恶心啊！走，快走，快走！精神污染了，好可怕！他跳得很好精神，他下面超大包的。可恶！快走，快走！可以走吗？我走不掉啊！有了！他说要想办法找到三个、八个。对。怎么可能找到八个？很难而且我发现我不能跑步啊。对啊。你可能要果断吧，对，看到他来过来的时候要果断，要直接转头走，对。哎呦，可能了。Beyond， 为什么是英文版的、他越来越近，他越来越近。哎呦，还哪还哪？他走。来了，完了死路。Beyond， 很可怕快走。好近！不要再靠近我了！好近！完了！很可怕哎呦呦，走！他还在追吗？他走了！你出去不要往右看！他在你后面！他怎么追那么紧啊？还哪？看到吗？他在，在我们前面。Beyond！ 完了！你要变 Beyond 奖了 ！Beyond！ 不要弹了 ！Beyond！ 不要弹 ！Beyond！ 电视！ Beyond！ 不要过来呀、救命啊！你还看他？不要！甩了！有了！哇，好可怕这个有可怕很可怕！你要想到，你只要被抓到，你就会变成那个肌肉男掉到天花板一样。就跟我一样，他们一起跳舞，是不是？对。哎呦！他走，快走！他过来了吗？快走！Beyond，Crystal Clear。差一个，没有，差两个，最后
两只，有两只，有两只吗？不可能吧？对，两只怎么躲？在一个最高在哪里啊？你知道吗？不知道，要找。OK， 好紧张。有了，有了八个了。然后嘞 ，Beyond， 你不是他一份子，他哭哭了啦。但是怎样啦？我们不是他的一份子，他哭哭了。不是，我要过去吗？这时候是我要过去的意思吗？他这个表情就是恳求你过去的感觉啊。我觉得不太妙。绕过去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只要你在 LINE 上面或是在各的地方贴这个 Beyond 贴图，对，它就会再出现。哦，是 SCP 哦。对，它就是 SCP 的概念。那我过去喽。绕一下吧，绕一下。Beyond。不要！他在碎碎念呢。啊！面包超人！怎么换头了？你干嘛？他要大法师了。Beyond！ 我真的不知道这到底是搞笑游戏还是恐怖游戏、啊，还是恐怖游戏？他其实在寓意着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哎呦，哎、欸，剩四个哎，是怎样？难度变了。他说 Beyond， 他不是叫你乱吗？要找什么？一样是找那个头吗？应该也是找那个 Beyond 吧。前面是吗？我听到声音了。没有吧？越靠近不是？看有没有？哎呦！哇，他怎么异变了、啊？他变那个、欸、尖尖碰碰拳，大只的、欸。有了，差一个，差一个。你要把手电筒关掉，手电筒关掉会吸引他，会吗？应该是。剩一个包在哪里？要找一下。哦，压力好大。我听到声音了。是吗？右边，他在右边。就差一个了。来了。很陡。哎呦，看到了。小心。这个位置超危险的、欸。有了，然后呢？怎么样 ？Beyond， 看到他要叫 Beyond， 叫我要对他按你按 Beyond 是不是？你要对他按 Beyond， 他哪？你听他声音，他好像在左边，对不对？这个方向对。他说要对他按 Beyond 是不是？一叫 Beyond 就可以了吗 ？Beyond 可以收复他就对了，修复他危险的心灵哦。这应该是这样。Beyond在里面等他好了，他会过来吗？不知道啊，你有什么按钮可以叫他？我不知道啊。空白键呢 ？Beyond， 出来哦 ，Beyond、欸、来了，来 ，Beyond，、哎、有了，怎样 ？Beyond， 他哭了，为什么？他被烧掉了、欸。他手举起来了，怎么了吗？他要那个以真面目示人了吗？我第一次玩到那么无厘头的恐怖游戏，怎么了？到底是怎样？爆炸了！下了 Beyond 雨了。Beyond，Beyond，Beyond。哎，他们全部看同个方向、欸，哎，。对啊，我们往回看，会很多脸看着我们。好可怕！这边是还有英文版的 Beyond 歌曲、欸，哎，好、哦，因为我们抓的是英文版本的，对，它其实还有日文版本的，日文版的，它就这样子、哦，真的过关了。而且他竟然是用虚幻引擎制作的，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啦！哦，有可怕。而且他这个气氛做的真的蛮不错的，还不错、哦。哎，这老实讲，这游戏个人觉得算是虽然短，但是他的整个游戏衬托的非常好，就气氛真的衬托的非常好，赞。很恶心哎、欸，他在跳那个舞真恶心。Anyone？ 哎、欸，你这样看他全部都看着你，真的很可怕哎、欸，真的。Thank you for playing.
他把这个病毒也传染给国外的朋友。我是蛮期待他作者到时候看能不能做那个，有一个在滚哎、欸。他如果作者之后可以做长篇版的，我想他其实好像还有续篇哦、喔。真的，这游戏好像还有续篇。Beyond 是不是？对，所以搞不好之后我们可以玩到 Beyond 续篇。好啦，那这个 Beyond 呢？这个虽然我觉得短归短啦，大概十分钟左右，不过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气氛真的还蛮不错的。对，作者他其实很会把那个场景的东西给衬托出来。对，真的。就算是使用这种可爱的歌曲，使用这个可爱的角色当怪物，很无厘头的东西，但是玩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对，他那个其实场景，如果你把音乐关掉，其实这就是恐怖游戏。真的，真的。你只要不要听到 Beyond， 你就觉得换一个什么惊悚音乐就真的很好。对，这配乐很重要。OK， 好啦，那也是非常感谢观众的推荐啦，这游戏真的是还蛮不错玩的啊。那之后呢，观众还有推荐二代，我们有机会再来破二代好了。好好。OK， 好啦，那我们今天时光先到这边啦。喜欢这部影片，别忘记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回家小铃铛。如果想要推荐什么样类似像这样无厘头的恐怖游戏或是搞笑游戏的话，留言敲完告诉我们啦。OK， 那我是郝皮，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